德云社必修课笑场第一幕，天上的老扔也受不了啊！等会儿飞不起来。等会儿，天上老师啊，什么儿子？老蓝蓝的天上飞老扔，有这个吗？第二幕，怎么了？我招谁惹谁了？跟我没有关系，你跟我瞪什么眼？废话，你说的，这不你给说的吗？我说的什么意思？你爸爸没你之前没你，你猜我听懂了吗？就是你爸爸后来有了你了，才有你了。刚糊涂了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叫你爸爸叫老来得子，你懂吗？懂不懂？啊，不是。第三幕。哎，这两段相声说的玩意儿。啊，我妹妹。哎呀，行行行行行行，二鱼戏。哎呦，妹妹24了，记错了，记错了。哎呦，我快会门外语了，我都。哎呦。你二脚啊，谁问你了？第四幕，去一杯天上的水。你自己也觉得臊的。但是他们臊的话，他们都要脸。去一杯天上的水，望着明月，人世间晃呀晃，爱恨不过是一瞬间，红尘里飘摇。第六幕，冰糖葫芦老先生，对，小脸红扑的。恩太阳穴轮刮眼眶，气死我了！这就是您童子功了吗？也是，这玩意儿上了初中以后就不做了。好，眉毛差点挂掉。抖音。